烟酒这三个字，这是全天下最普遍用的。常常说基督徒，很多人都说我是基督徒，特别是外国人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呢，基督徒这三个字，它英文是一个字，有 Christian， 我们是基督徒。所以我突然间醒悟，需要把这个交代清楚。今天我们有新的录影机，非常好，把它储藏起来。是，所以你们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，要记得，紧紧记得基督徒究竟是什么东西。我为什么讲东西呢 ？OK， 在 Google 的Search，Google 里面告诉我们，现在全世界都靠这个 Google， 所以卖字典的人呢都已经倒闭了。现在我也不用字典了，以前我买了很多字典，不过我还有一个字典，就是查原文的字典，有希腊文的字典。这里是基督徒，是跟随基督宗教 Christianity， 基督教它叫 Christianity， 就是你听从跟随 Christianity。所以他这里就 Christian 后面加 ity， 他讲前面是 Christian， 来了 Christian 要加 ity， 所以 Christianity， OK， 就是基督教。但是圣经里面没有基督教。现在很容易，你只要我有这个圣经里面的软件，我一打进去全本圣经。66卷创世到启示录，你找不到这个 Christianity。 Christian 呢，你找到三次 Christian， 你找到三个地方，但是 Christianity 有没有了。不过呢，现在全天下都知道，我每一次提他们都知道，不单单是俄罗斯、苏联、中国共产国家，没有信耶稣的国家，也信无神的国家，他们也以为是这样。有基督教，他们也知道基督教是西方国家，特别是白种人发明出来的一个工具，搞乱全天下的。不管你是什么，他们都是基督教到了地方就要搞乱这个政府， OK， 推翻这个政府，然后成为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。但是呢，他们的基督教啊，好像攻击母鸡的基督 ，OK， 基督都会叫。我胆敢讲这句话，因为不是我发明的，是中国那边有人写出来的。基督宗教是，他们也说基督宗教啊，所以我这里特别把它标明，基督教 Christianity 是遵从耶稣基督的教训。这是错的，谷歌里面的。所以啊，现在今天呢很高兴这个蔡先生来了，他也同意这个说法，就是很难得到他的同意。谷歌都是胡说八道的，乱搞的。OK， 他们说他们是 base， 就根据 teaching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教训。使徒行传第三章、第十三章、第十四章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、第十四章里面，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教训出产基督的教会，不是宗教，这是不能骗我们。因为现在我们有圣经，我们有圣经的软件，圣经可以调查。使徒行传十三章、十四章，当代有著名的传道人使徒保罗和巴拿巴，还有其他人到欧洲很多地方，亚细亚，就现在土耳其很多地方传耶稣的教训，也叫做神的道，也叫做主的道，也叫做主耶稣基督的道，都是一个道，有不同的称呼。他们出产，如果你传主的道、神的道、基督的教训，你出产基督的教会，从来没有出产
基督这个宗教。OK， 基督的教会不是基督宗教，这是很清楚。我们吃东西要看清楚会不会中毒，要小心。很多时候我们吃东西会中毒，中毒的肉体会受苦，肉体受苦最多是死掉，几十年少一点在地上活着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你耶稣的教训搞错，你的魂永远在地狱，那就不值得，而且非常严重。照圣经，那今天我们要搞照圣经基督徒敬礼是什么呢？非常清楚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从安提阿那里开始，还有 disciple called Christians， 门徒称为基督徒。圣经里面很少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怎么怎么，他只是说基督徒会受苦，你做基督徒会受苦。而这几天我受了一点不需要的苦，什么苦呢？有人发现我们教会前面这里啊，很好睡觉，他不穿衣服，穿一条烂裤，一些东西，就睡在门口外面。我给他20块，叫他去买东西吃，他拿了20块，继续睡在那里不走。OK， 这些苦啊，我不应该受的。但是呢，在这个社会里面，你需要受这些，你可以说不是苦了，是一种不方便。后来又来了个子更大的，所以今天说，如果今天又来了，我去109警察局那里问他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你只能打911，警察来搬他走，你不能动他。OK， 这个世界是这样。如果你要照着圣经呢，要请他进来吃饭，请他打理一个房间，有厕所，好像五星饭店的住宅，给他来住，那是最后不圣经了。OK，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，但是美国律法搞到我们不能这样做。我可以租一个五星店房间给他去住。OK， 我自己出钱给他住一个礼拜没有问题，但是这个也不后变成不后法。OK， 他也不会去。OK， 麻烦就在这里。我说我一起去到那边，我租一个饭店给你住，他也不会去。OK， 就是这些不需要的麻烦，基督徒会受到。OK， 还有。OK， 以后我等一下我们会到那里，就是门徒，耶稣的门徒，圣经很清楚了。耶稣的门徒呢，在这里，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，如果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所以我们搞耶稣的门徒，耶稣说，对犹太人说，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。耶稣的道在新约圣经里面 ，OK， 遵守新约圣经的道，要常常遵守新约圣经的道。啊，记得基督徒第一样要常常遵守圣经的道，其中一个道呢就是什么？礼拜天必须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所以今天全世界。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传啊，信耶稣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聚会敬拜神，他就不是基督徒。那你要常常遵守主的道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聚会？遵守主的道，根据哪一章哪一节？使徒行传20章7节，使徒行传2章42节。圣经教导，所以我们第一日礼拜天要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敬拜神，非常清楚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今天必须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敬拜神，常常遵守主的道。OK， 这是第一项，
所以传天下，听清楚，你礼拜天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敬拜神，你就不是基督徒，因为你没有遵守，没有常在遵守神的道。还有第二点，你必须晓得圣经真理，这是连在一起的。你晓得真理，你能够遵守，你才是基督徒。耶稣说的，你必晓得真理，啊，这里很清楚，真理必叫你自由，看见你们必晓得真理，一定晓得真理，好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晓得真理，所以我们礼拜天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聚会敬拜神，不管我们去什么地方，今天在纽约 Flushing 这里，我们 Flushing 这里啊，没有人有理由不能去教会。我们这里有普通话的教会、韩国话的教会、西班牙话的教会，还有英文的教会，都有自己的教堂，所以他们没有理由来到纽约这里，特别 Flushing 这里。你广东话不会，国语也不会，英文也不会，西班牙也不会，你怎么活啊？ OK， 总而言之呢，你必须要知道礼拜天你在基督教会里敬拜神。基督徒常常遵守耶稣的道，晓得圣经真理，最少这一项你要晓得哦。第二了，非常清楚，马太福音28:16-20，这也比较长。十一个门徒到加利利去，耶稣约定他们在那里见面，他们看见了就拜他。所以基督徒只能拜耶稣，基督徒看见耶稣拜耶稣，没有拜其他东西，就拜耶稣。 OK， 这也是非常清楚，我就把圣经真理跟你分享，传天下自己可以查，如果有人有疑问，就是他不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不明白，这是很关键的。圣经的真理你讲的对准确，传天下没有人能够变，他越变呢，他的罪就越多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他宣布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在我这里了。那他是谁啊？他说了算。可能习近平也没有他那伟大，习近平说了有些人也不算。OK， 所以你们要往普天下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基督徒称为门徒，门徒要去什么？普天下传道，劝人做门徒啊。再来一次啊，等一下我问你啊，听清楚啊，基督徒称为门徒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这两个相通。 OK， 门徒呢要到普天下劝人成为门徒，简单吗？今天我从香港来到纽约，我也去了中国好多城市劝人，我是专劝中国人。那你说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吗？ OK， 他们愿意我也可以传。总而言之，基督徒要劝人成为基督徒，清楚吗？怎么劝法呢？这个王弟兄有个好办法，蔡兄也会啊，他上次来今天又带外国来了，这是其中一个方法。不管是什么方法，请他吃饭，请他读书，跟他谈话，做一个 好朋友等等，不晓得什么方法。总而言之，你能够劝其他人成为门徒，理解吗？然后呢，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要常常遵守耶稣的道嘛。所以你必须要读耶稣的道，必须要明白耶稣的道，然后自己知道，教导人家知道。所以有很多人呢，常常说我这个陈某人圣经很熟，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不是因为我记性比你更好，是因为我常常讲，明白？人家常常问，每问一次，好像以前我读书的时候，我常常喜欢帮助同学，他们有什么事情，有什么不明白，我就耐心跟他们解释，这里解释，这里解释，是到了小考、大考什么考，我都回去打篮球，不需要预备了，因为我都预备好多次了。你帮忙人家是已经预备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常常讲，你就记得嘛。所以大考的时候，我是最闲的时候，我根本不需要读，我就走上考场就可以考了，因为我常常帮助人，解释给他们听。所以你到处解释给他们听，有人常常问你，你又解释一次，然后也解释一次，笨蛋也会记得啊。OK，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上帝恩待我，我60多年还站在这里，85还能够这样讲道，我感谢神的恩典。我下一篇啊，再研究百病，100的百啊，不轻。它英文一个字 ，INNUNE， 对不对？我拼的对不对 ？INNUNE， 百病不侵，那是最好的。上帝恩待我们，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些经文我们得到几点？啊，再来分析一下，所以你不能忘记啊，记得啊，好，一起来研究一下。第一，门徒是一个门徒，看见耶稣什么？拜耶稣，门徒会拜耶稣，不能拜教王，不能去拜任何其他东西，他只能拜其耶稣。门徒去使万民做门徒，门徒为信主人。施洗叫他们成为门徒，这是耶稣的吩咐。门徒教导其他的门徒遵守耶稣的教导。好了，耶稣应许与他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现在下面了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14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14节，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传道了。犹太人，我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向这些人传道，叫他们成为门徒，成为基督徒。彼得，我是一个门徒、使徒，向犹太人，我一切向犹太人，我一切住在耶路撒冷。那么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是谁呀？以前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5、第6节。耶稣不是说过不可以到外邦人那里去吗？宁可去以色列民数的羊那里去吗？不在不可以去外邦人那里，也不在宁可去以色列家，乃是天下万民。刚才我们读到在马太福音最后那一章最后那几节，就是要向普天下万民。这个另外一个原因，我会以后有机会告诉你。而且不再传天国近了，他们那个时候是传天国近了，我们是传天国已经来了，现在得救人要进天国，要在天国里面了。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二节，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二节，这中文没有写出来。 OK，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二节就已经讲到腓力在那里传神国的福音。所以我们在报告表那里啊，最后有一项，我们每天要试试背主导文，马太福音6章9节到13节，你背主导文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天上父，愿人的尊你名为圣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无论行在天上，愿你的果降临，这一句话不需要了。这句话又掉，因为神的果已经降临，耶稣的时代神的果还没有降临，耶稣生死复活三天以后神的果才降临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节。所以现在我不需要为那一句啊，就是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神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你的国降临，这句话就把它溜掉。好了，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十六节，你们这些门徒，这些基督徒，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，不信必被定罪。所以我们门徒传的信息，你要信而受洗。今天这两位新来的，照我知道他们还没有信，也没有受洗。OK， 但是所以我们要向他传，叫他能够信，然后受洗，叫罪得赦免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第二呢，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，从罗马这个我也很奇怪，我也是最新发现。你有记得我今年是传道六十多年了，才发现这个，所以你要等到多久发现很多圣经真理啊？罗马书一章第七节开始，门徒和门徒们啊，看英文啊，我们中文很难搞啊，就 disciples， 哦，这里也没有，他们英文呢有 disciple， 没有这个 s， 也有 disciples， 有这个 s， 就 disciples， 从罗马书一章第七节以后没有了。disciple， 耶稣的门徒，从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，然后罗马书呢开始就没有了，很奇怪。现在我有软件，可以在电脑一查，你 click 一查就知道，从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，这个门徒单数的门徒 disciple 没有出现。Disciples 也没有出现，所以从这里开始，门徒叫什么？圣徒了，乃是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，奉召做圣徒。大家留意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开始的时候，基督徒就是门徒。门徒称为基督徒，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然后门徒呢要去向人传道，叫他们成为门徒，给他们叫他们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 OK， 教导他们圣经道理，门徒叫人成为门徒。然后呢，到了罗马书没有门徒了，叫圣徒了，从这里开始一直叫做圣徒了。而且腓立比书一章第二节是这样，在基督耶稣里众圣徒，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圣徒，众圣徒。还有一个人特别要留意的，我查这个 KJV ASV NIV，我的软件里面有英文版、美国版、新国际版，它的 KJV、ASV、NIV 没有单数的，There's no singular number saint， 没有单数的 saint， 但是有五十六次 saints， 圣徒们，上帝恩待我。为什么我会想是这样呢？因为世界上有一个宗教叫做罗马普世教，我们中国人要头脑清醒啊，蔡先生头脑清醒啊，没有天主教，以后不要再讲天主教，传现在没有天主教，你讲天主教是显出你的无知。当然我们中国人可以原谅，因为你不会英文，他英文呢Roman Catholic Church， 罗马普世教会。罗马普世教会里面有一个大圣人，你明白大圣人什么意思吗？我不再搞了。所以这整本圣经里面没有单数的圣人，
都是众圣徒。啊，我是提起圣经里面有五十六次，很多众圣徒、众圣徒、众圣徒 ，OK， 56 times 圣徒、圣徒们、众圣徒。啊，这是我提醒全天下，你不能只有一个圣徒，都是在一起众圣徒教会里面 ，OK。Christian 基督徒呢，也是神的拣选选民。哎呀，神的选民 ，chosen people， 神特别拣选。OK， 所以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是神特别拣选。还有今天这个蔡先生来了，他也带一个朋友来，因为他们认识 ，OK。他们也有机会来到这里，非常有福气。但是以后他们还在不在呢？我们大家都不知道。OK， 但如果他们是神选的，他们一直会来，或者是到其他地方也找到基督教会。我们基督教人有弟子有这么多的，就是传天下啊、不能传天下。中国那边很少，我们美国好多地方都有。外国的基督教，如果你会讲英文，到处都有基督的教会。你要记得是 Church of Christ， Church of Christ， 基督的教会。基督徒呢是神的选民，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，神所爱的，要存什么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，看怜悯的心。还有我刚才告诉你，前几天这两个无家可归的人，怜悯、爱心，我应该租一个五星饭店给他住，他也不会去住。我给他20块钱，他立刻，他不是神经病哦，他看见钱他会。立刻就放回去，我给他20块钱去买东西吃，睡下来。所以如果我租一个五星饭店的房间给你住，他可能会以为我骗他离开，没有办法。OK， 所以你要想温柔、耐心、恩慈。谦虚怜悯，所有无家可归的人，我们都应该煮五星饭店给他们住。现在市政府就是这样，市政府真是五星饭店给他们住的。OK， 他们是在这一方面是基督徒的作风，全天下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都应该到我们这里来。OK， 然后呢，可以去五星饭店把它租下来。一个人一个房间 ，OK， 就照着这里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美国政府给我们权柄，我们需要 Bill Gates、Elon Musk， 那么他们捐一个支票，就100个 billion， 你就可以花几好几年。还有美国这里啊，花1000个 billion 去打仗，这1000个 billion 给我们花呢，也可以做得到，你知道吗？1000个 billion 啊，1000个 billion 要多少吗？10000万啊，我都不会算了，1个 billion 是1000个百万 ，OK， 1000个1000百万，所以你这样就比较有点头绪。一个 billion 是1000个百万，那1000个 billion 是1000个百万，1000个百万 ，OK， 我得搞不清楚。所以这我们做得到。OK，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联系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要小心记得啊。基督教会里面自己的人，我顺便提醒你啊。哥林多前书呀，我们最近这里有一对年轻人要结婚，
我预备跟他们谈，我这几天又在搞这些就是彼此包容彼此饶恕，这里是讲基督教会里面的人。我刚才说要提醒一些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那里，爱那里它英文是翻译 love record no wrong， love record no wrong， 就是爱不记人的恶，错的。要记得，你爱必须永远常常记得人的恶。为什么呢？他得罪你一次，听清楚啊！如果他得罪你一次以后，就要记得他得罪你那一次。我对着你讲，明白吗？如果他得罪你啊，你要永远记得这个某人那一次做什么事情得罪我，要记得。但是不要想过失，就不要报仇，也要记得，但是不要报仇，不要想过失。因为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不报仇，但是你要记得他的恶，他做的恶，因为你会不受第二次，理解吗？等一下你受一次还没有醒悟，受一次还没有醒悟，你不是大笨蛋吗？这样才理解吗？明白吗？你要记得这个恶人做什么恶事，我受了伤害，我有创伤还没有恢复，你要记得下一次不要受他的害，但是不要想去报复去 害回他，你害我我也想办法害你，你浪费时间了。 OK， 圣经里很清楚的，圣经解释的准确了，是非常精彩的。 OK， 我是顺便记得去提醒你们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也忘记，他说不要记人的恶，那胡说八道，人家对你做了恶，你要记得不要下一次他也做恶，他就常常做同个恶，常常害你，他知道你是个大笨蛋。 OK， 我们信耶稣人要聪明，不是笨蛋。如果我们有嫌弃他有不好，你要饶恕他，要记得他有这个麻烦，所以你下一次走近的时候要小心，你们肯定一直给他踢了一脚，他不知道。OK， 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怎样饶恕人？那主饶恕我们，然后小心啊，主记不记得我们的错呢？小心啊，主饶恕我们，但是主记得我们的错，你知道吗？启示录二十章那里，我们的错啊，神都记在 U 盘了，我们是不是叫 U 盘啊？我们现在不叫本子了，我叫 U 盘。OK， 在 Cloud 里面呢，神有 Cloud 啊，现在不是有 Cloud 吗？余阳，你有没有储藏信息在 Cloud 里面？也有啊。OK， 我的 Cloud 里面好像它就满错了，要把它消掉一些 ，Cloud 里面也会满的。OK， 我的 Cloud 会满，神的 Cloud 会满，要记得。所有的人的错都录下来了，那世界末日的时候要照你的错来审判。所以我们得救是怎么得救的？记得啊，因为我们在基督教里面，在基督教里面 OK， 也是照耶稣所行受审判，因为我们信而受洗，我披戴耶稣，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亲眷，是这样的。 OK， 以后我们有机会才解释清楚。总而言之，我把圣经告诉你，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，爱心是联络传德，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基督徒都是这样的，要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成为一个基督，基督的教会归为一体，成为一个基督的教会，要存感谢的心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，就所以常常读圣经，丰丰富富多多的存在
你心里面，好像今天你听我讲到你记得了，你就有福气 ，OK？ 好像你今天听我刚才讲的，人家得罪你要记得，他干了什么时候、什么时间得罪你，下一次跟他走近的时候，你就要提防，他可能又会来这扣，哎，不要再受苦 ，OK？ 就是，但是你不要想。上一次他替我这里，今天我要替他那边，而不是想那个，这样解释就精彩了，而且是准确，我是照这个字典了 ，OK。用诗章重视上云歌，我刚才看见你有一起唱的，非常好。其实我们唱歌赞美神，就彼此教导，他讲我唱歌给你听，你看歌给我听，你们可以唱歌给我听，但不要听我唱歌。因为我的老师啊，听我唱歌，我常告诉他说，他听见我唱歌，他就头痛。我唱歌才能走音 ，OK， 就彼此帮助劝诫 ，OK， 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接着他感谢父神。你们做这个，我要很快过去了，因为我们只有三分钟。你们做妻子的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OK， 这个是传天下的妻子很难做的。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我照圣经告诉你 ，OK，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。还有做儿女凡事听从父母，那父母犯罪做怎么办呢？那你要问上帝 ，OK？ 希望你有祷告没有？因为这是主所喜悦，做父亲的。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，become discouraged， 好吧，就是失望的意思。你们做仆人有仆人的 ，OK， 有做仆人的，记得。现在有些人不愿意听，特别是美国这里啊，美国以前不是有黑奴吗？所以黑奴啊，黑人啊，对这个非常敏感的，在圣经里面是有的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。要讨人喜欢还是要讨主喜欢，无论做什么当从心里做，好像给主做的就要忠心的意思。做仆人要忠心的做仆人，因为你们知道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基业，还有结论了。还有刚才这里啊，你继续到了第四章第一节，还有主人呢要好待那个工人，做主人老板要好待你的工人 ，OK， 公平的待你的工人，因为你们还有结论了。若是基督徒是得救上天堂的人，是吧？若是哈，都是，那你要紧紧记得，主把得救人放在什么地方？基督的教会，啊，记得这是结论。如果基督徒是得救上天堂的人，主把他们放在什么地方？基督的教会里面，全天下没有不能明白的，很清楚，记在圣经两千年。当然，你今天才听见，还有福气啊！如果基督徒是得救人，得救人主把他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那叫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四十七节。实行在第二章这个细节，我相信我今天讲的道非常简单。门徒称为基督徒，门徒称为基督，所以基督徒必须在基督教会里，因为主把得救人叫基督徒，也叫门徒。基督徒，所以基督徒人都在什么地方？基督教会里面。你不在基督教会，你不是基督徒。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人。就撒谎骗人，犯多一个罪，讲一次多一个罪，所以一辈子犯了很多罪，所以好小心。愿神赐福保守各位，从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带领保守我们，启示我们圣经真理，记在圣经里面，全天下可以对证。如果研究的清楚，没有人能够不明白。如果得救人是基督徒，主把他们放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我们。蒙主的恩待，我们就在基督的教会里，非常有福气。求天父继续带领保守我们，医治我们有疾病的，安慰我们伤心的，
将我们的行为蒙主的喜悦。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